调停嘛。其实哈，这个有还有一个因素啊，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老虎的这种力量感，它粗壮的手臂打到对方身上的时候应该还是非常痛的。我注意到左边这只老虎呢，它压低了身位，随后就进行了反扑，所以呢，这也是对于压低身位代表投降这样一个说法的有力的反驳证据。相比雄狮打斗的时候高昂起头啊，一直向前冲这种战斗姿态，老虎的战斗要谨慎而且多样化很多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再见。